老爷讲，要娶姑娘又爱欠钱。那阮老爷，那么拜托邮局替伊发薪水，要欠钱来去邮局上便利。哦，听讲邮局头个办着急，我若保险，我就娶无钱咯。对，三个就是好智慧，咱来去邮局无怨你。哪里呀，准？你带路啊？三个，水我来。这邮局的业务，yeah.
谢谢，再度感谢我们的郑北文小姐哦，哎，休息是休假呢，还有我们的蒋明山，我们的蒋小姐哦，咱又叫可怜的是在地人的好厝边，出外人的好朋友哦。你不管你在地也是要出外的啊，又叫呢，什么代志拢给你办到到的啊，啊，你看是要去国际啦吼。